谢谢不少真恩，赶紧睡吧。今天已经很累了，别闹了。下班一起回家。 不要跟我讲对不起，我和他的关系比较复杂，我现在确实没办法。少跟我秀恩爱。其实我知道，我好他跟以前已经不一样了。我欠你的。给我点时间了，让我自己调节一下。你走吧。 我想自己再待会儿。没想到他顶着和温恒一样的脸跟徐哲琴谈恋爱，我就恶心。查到了，温西的确3年前去过 M， 原来徐哲琴3年前就对这个女的上头了，还给我出难题，暂时和所有人保密她的身份。不过，温西的存在迟早要爆雷，我建议还是做两手准备比较好。 那就要看他听不听话。我在车里等你，10分钟内不回信息，我就上来接你。哎，我今晚物色了个不错的地方，一起去吗？算了，我们不熟。 我知道我之前可能做了很多不对的事，但请你相信我，除了让你加班，我没有做过任何伤害你的事。好，表现还不错。 主理人很可能就是 V。好，谢谢。如果能去酒会，也许……我劝你打消这个想法。你又知道我想法了。如果想去酒会，不如今天晚上好好陪我吃个饭。 不想吃，那我只能喂你了。满意了吧？再多一点感情就好了。我可不像你一样会演。我呀，对你是真情流。
比起真情流露，相爱相杀比较适合我。带我去酒会，让你看看我在你眼皮子底下能掀起什么风浪。不带干嘛？所以，邀请函可以给我了吗？要别的可以，邀请函不行。上来了，想下去没那么容易了。你干嘛？你不是说要相爱相杀吗？你不是说不要吗？怎么又反扑回来了？刚好该办正事了。放我下来！你想在这里是吗？我倒是不介意。你果然是馋我的身子，连衣服都不让我系好。我今天还有事要开个会，改天吧。一会儿在沙发上睡觉的时候，翻身的动作小一点。对那种坏配就不该有期待。怎么，一个人在这吃饭啊？我马上吃完了。你是在躲着我吗？其实啊，我已经整理好心情了，也接受你不喜欢我这个事情了，所以希望我真心的祝福不会让我失去两个好朋友。老实说，徐哲清这样的好朋友你可以不要的。嗯，为什么呢？哎，是不是因为他最近搞酒会的事情没陪你吃饭生气了？你也过去那个酒会啊？嗯，那你可以把我捎进去吗？我想给哲清一个惊喜。没问题，明天我帮你搞定。超级感谢。那我等你消息。我先去上班了，拜拜。徐哲清的恋爱脑，我来帮他醒醒。给我弄张青木会所的邀请函，然后钉死文熙，抓他的现行给徐哲清看看。是。根据一些同事们的反馈和建议，新的报销流程将会去掉一些繁琐的部分。接下来我会详细的介绍一下。东西已经拿到了，一会儿给你。报销流程之后也会更新在 OA 系统当中，会议之后各部门留意查收一下。好，如果之后还有起火了，快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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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安全通道有两个，不要挤一个门。
保护我你演的还挺真的。我先去帮忙，你跟着队伍出去。大家从这边出去，走快点，快点，帮他一起疏散人群吧，我才不要欠他这个人情。关好，有一份很重要的文件在桌上，帮我拿一下。小心！这给你。你休息一下吧。老实睡觉。我的肩膀酥在这儿都麻了。我都跟你说了，不要两个人挤一个沙发上。